Hello， 主食来了 ，OK， 怎么叫咖喱酱拌面，60块吧？嗯，哎呀，这个分量很大啦，你不觉得很小吗？对啊。我个吃会饱啦，准备。那以前最早不是这口味啊，没有咖喱的。嗯？它那个在京城的龙源的味道是比较像他以前 的做法。京城的龙源啊，那京城龙源还保留以前的做法，那现在之间已经。这边最老的这个店店，那做法已经不一样。可是这个分量啊，我跟你讲，真的吃得很饱。嗯，很瘦。都是拉面吗？拉面是好吃的，对，拉面不好吃。嗯？吃的黄面。哦，对，我比较喜欢吃辣的。那个黄面它有加一种东西下去啊，所以比较不好。筋啊。筋啊，哦。汤真的蛮好喝，我刚刚就喝鲜肉汤了。然后这几天会跟我妹去拍一些行程嘛，我明天想要去探访一个秘境，可是需要爬山的。太武山有一个蔡厝那边一个古道，嗯，老婆帮我再加点辣椒吧，嗯，刚好就好。然后，嘿，要是有去拍那个秘境的话，就是登山古道，我就会用剪辑的，因为那个爬的过程真的是太长太长。相信应该蛮好玩的，可是要做一下功课啦，因为讲真的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进去。对啊，其实就是没有走过才会觉得好玩。分享到这边了，用餐了，拜拜，再见。OK， 用餐了，拜拜，再见。